愿美梦曾夙愿，移山填海，化天险变冲突。愚公山を移すとは、家の前にそびえ立つ生活に不便な山を尽力で動かそうとした老人の話です。对照云雨山这个比喻来说，那的确是压在这个中国老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那么怎么样就把它移走，怎么把它搬走，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49年建国以来呢，始终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也在不断的探索他这个挖这个山的这个办法，探索移这个山的这个办法。反正因为我在家的话，肯定是我现在有低保啊，有那个便民补助，但是我的话肯定是我的话不够用，所以说我是每一年都出去外面打工，我能做一个月我都要出去外面做一个月这样子。前几年的话都不知道出去外面打工，都不知道，因为不识字，而且不会讲汉话，是吧？不会讲汉语。后来国家就是帮忙，经常把我们带到珠海呀、深圳啊那些地方出去之后才是慢慢的才会出去外面打工的。有些现在都还不知道在外面是什么样子，这样子嘛。政府は山間地の貧困対策として、山林にあった農作物への転換のほか、中でも大きな効果を上げている中国独自の大胆な試みがあります。山を降りた町に毛さん一家が割り当てられたマンションがあります。今は山の家と行き来しながら暮らしています。以前的话肯定是我们衣服啊烂了我们还要自己缝，是吧？现在的话比以前的话日子的话过得好一些了，就是说还，但是我们的话肯定是比现在还要过得越来越好嘛，肯定咱们肯定会这样想嘛。同じ移住住宅で暮らす高さん一家、今は孫と二人きりで広い住宅に暮らしています。希望好在，希望好是。阿哥，小金在阿哥那边的。阿哥，阿妈。过去啊，我不会买车，买车，除了车，我就买车。心里面还是有点挺难受的，没时间陪在他们身边。我们的梦想啊，我的梦想是，我们在这几年前，然后嘛，回家嘛，该做生意的话。想去做一下，想去闯荡一下，能不能成功也不知道啊。现在只是想象力，只是心里面想的。山深い地に刻まれた一本の細い道。その道はいつか大きな道となり、遥かな峰を越え、光り差す場所へ。中国の挑戦は始まったばかりです。